Hello，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七场八人制胜场的比赛啊，希望大家喜欢。那么七场的话是，有2局赵湘，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局啊，带给大家。那么今天素材由梦赛北、未央你慢、卖掉你可否、战力吧少年和这个肖，这个字是不是读平啊？还是应该不是读称吧？提供的素材啊，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啊。那么我们。当然，视频开始之前的话，三月份的积分奖励啊，请这红字标出来的几个人啊，赶快与我联系啊，赶快与我联系。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素材，前两局啊，先看一下赵湘吧，啊，先看一下赵湘。那么第一局，我们这边主视角是一个反贼啊，上来先离线了一下，主攻孙笨这边场上的局面呢，我们是拿到赵湘，王基佬上来就被乐一波。流氓这边应该不是那个掉线的吧，所以没开万箭，可能是队友啊，可能是队友。我们直接挂刀跳反贼火攻，刚刚刚，孙笨来一发，来一发。当然这一杀的话，如意不在此地，赵湘目前我且们已别经无知道啊，整体是一个偏白板的武将啊，偏白板的武将。大局已尽，你还那是放么弃左吧。慈队友跳出来眼珠。大局已定，把的就是全你。人之力，那么招放人逐，使跨起放逐，这样跟队友之间还有一个放逐控场的配合。郭娘娘弃杀没有动，如果是反，其实可以考虑杀左慈一刀，但是这里没有杀的话，掠田夺内人一跑枪，的是一反杀贼。一掌，干净下场，尽释长服。这边鹿神跳钟了啊，鹿神跳钟，鹿神在孙笨局应该来说发挥还是可以临的啊，墙一可圈事可入点的。当然火，就看这岂局谁如何言不发绝挥。啊？是国拆桥折控教距得离，失，万般那教么失，这以一理局无啊，本碍。来一个白板赵湘啊，声东击本来一个西，赵湘白敌板的后话，这无边利影用留人，铁锁加你火是扇谁啊，带出一无波理啊，带出一波，人，两个没赢到谁手，能笑取放人逐控之场利，控鹿神。缥缈莫测。锁锁连环带一下，顺手拽羊啊。那么场上的局不面啊，顾目此前战应该来争，说整体朕思路比可较以简治单。天反下。贼嘛，王姬夹在反贼中间，应该来说率先突破全人啊，之率先力，突破。招其他人的话使应该问题剑，不算特别大。郭娘娘拆我们，对吧？那么这里啊，他这个可能就是策内敌奸，万那全，么跑的却当是可队不友，败。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点的小障碍了啊。匹马单枪出孙人笨，头地，众心流之氓力，强回行，天弃寒，恶冲阵，来一发。那我万们这般边将好孤影评。处，那一么这人里怕注意，我将们来。这一局赵湘利用铁声锁东已经击带出西，四黎个明梅不姨，在此，所以人这一局心整不体的话，我们知，运气也比较好啊。天忠地臣恰好聚，在旁边，岂而且是一个脆剑皮向啊，长水而且照，是一个脆你皮。低下头，回心嗯，之道，大刚局才已定，左大爷的话你换了一才个是遗八迹啊，没有换放逐控场了。招于世间。这一局我们现在整体人头数是占劣势的啊，但是内奸整体也没有说过分的去控反贼，而是以看戏为主。请鹿神当的血话，池制讨霸再贼，带一下，百去快但回。是没有连赢啊，我们没有排队展现出来，我们暂时不太虚，有无懈，再无懈，这个就小尴尬一把。四个没赢，暂时没万用。花凋落尽，那么这一里注枚意，暗香没收益赢，处，直万接将刷到开粘始奴，来，一枚独傲霜。一枚独暗傲香霜，疏影，一招枚独凋落傲尽，霜啊。风踏地，那么白这骨样的话，瘦，我们应该来说，直接暗已经香疏影攒处，够万八个般没赢凋落了。尽，来，最暗后香呢，疏由影于有处，桃，水直风接踏利用地，左白慈香疏想刷一波牌啊。结果我们手里再次粘弩来袭啊，再次粘弩来袭，这个就叫万旱般的凋落旱尽，死，涝的涝一枚独死，傲对吧？霜，人家缺粘弩的没有，我们这边已经有了，他还来。朕何以治天下？当然，如今人死了一个忠臣之后，招郭娘娘可能要控场作为了，对吧？国宅桥，那么挂起锦衣杀一下二爷，逃跑的二爷，这也真是坑爹啊！这一局是在体验服打的啊，所以的话，那我们最后那边有一桃可以保。当然，我们刚才这边啊，强行撸左慈啊，稍微有一点点的激进，哈，鹿神暂时不虚他，暂时不虚他，不要忘了我们年弩在手，对吧？不虚你的，不怕你说起排队。
当然这一副牌队就算24张牌可以完结啊，但是应该来说很难刷到底。那么陆神这一波输出打了出来啊，打了出来，南蛮刚出去决斗骚一下流氓云、但是主攻由于被翻面了，还好啊，我们这里符汉足以直接满足我们的愿望，八血梦惑来袭啊，八血梦惑来袭。那么这样的话整体一个再起，刚才是亮出了几张牌，5张牌到时候回复2点体力。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即使队友跪了，我们只要啊不在三血的情况下被主动方面集火，对吧，都有可能直接逆风的，逆风的。那么这一局我们终于给大家有机会啊展示这个八血猛虎的威力。当然这一局啊还没有达到我理想状态的那种想看戏的八血，直接比如说两三血的时候一两血啊，一两血的时候各级再起啊，各种大摸牌，一血的时候摸7张，这个很嗨啊，这个很嗨。好，那我们要不要起，最后还是起了一下回到6血。所以现在的话这一个肉盾摆在这边啊，主中不好打了，关键是这个时候其实很坑内奸了，对吧，你内奸不好打了，控场难度相当大。那么这个时候孙笨啊被冰凉中，我们起丞相助我，起不到无所谓啊，这里过牌啊展军威。郭娘娘还要控忠臣啊，来吧。当然我们不太希望被闪电给劈中啊，劈中的话回合内如果不能很好的回血有点尴尬。好，这个时候的话闪电起又回一血啊，又回一血。所以你看我们保持无血状态的时候基本就是两排回一血，两排回一血，所以这种状态下的话防御能力啊应该来说已经是很强了，我不敢说超强，但是说相当强了，相当强了。那么内奸的话最后没有机会啊，最后我们这边跟主攻单挑又回血，7血到手，对吧。那么在最后这种单挑的时候主攻你如何对敌，没有机会啊，没有太多机会，粘土在手。首先主攻这边应该来说可以直接控到2血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对吧。那我们4倍速吧，粘土涂再涂不掉。当然我们这里呢可以考虑留一张杀防止借刀的一些牌啊，这个要小注意一下。那我们这边的话满把顺手，主公你这还想有作为，没有用啊，没有用。接着开始续杀啊，续杀，那么掉了起好起顺转阳，最后的话直接放风筝了，直接放风筝。那么主公八邪猛火在这边，你孙辈还有什么机会呢，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八邪还达成了一个伪克己的小状态，对吧。所以呀、猛火到手之后，这你孙笨啊基本就是没有机会翻盘了，对吧。我们又不可，只要主视角这边不刻意送你觉醒，但是我觉得这边啊我们如果送主觉醒的话，其实主公也不太好打，也不太好打，一回合你就一杀的输出，对吧。猛火你一旦啊血线，你比如说拉到4血的情况下再起，分分钟就回满血。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啊，八血猛火真是不太想不到什么办法能克他。那么离魂雕可以算说可以克一克猛火啊，离魂雕我这个瞬间想到的一个武将，其他你说诸葛恪你来砸，你砸得动吗，你有那么多牌砸吗，其他真是不太能想得到啊。当然张松这种啊有排队的武将，张松教授陆神这种有排队的武将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啊，能够破赵襄啊，能够破这八血猛火。所以第一局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八血猛火的终于啊有实战体现出来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局主攻赵襄，这一局的话整体马马虎虎啊，就看一下赵襄的小发挥，没有特别的点啊，没有特别的点。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开局忙碌一下，给给最后过个这桥杀一刀，来个美影吧。临风踏雪来，且坐连舟而行，东吴水师可破。那我们直接把美影用掉，刷一张牌啊，跳反了。结果那边再次跳反，赵襄的话目前刘协其实可以跟赵襄打一些配合啊，对吧，杀造成伤害嘛，刘协那个就视为出一张杀呗，对吧。除此之外的话，配合的话还有陈宫啊，这个我们前面都分析过的，千年不息，赤兽黄恩，哎，这个配合好评啊，这个绝对是好评的一个配合。陈宫如果在这边的话，是忠臣啊，我们应该来说也很害啊。哦，这可能是内奸，结果用完牌之后就离线了。好评，好评啊！那么攒美影，那么这一局注意，我们这两个神宗选将要点赞啊，要点赞。这个把我们前面那个，如果大家啊没看过我那个，技能解说的那一期视频的话，可以翻回去看一看。当时正好把刘协、陈宫这一些菜刀流都总结进去了，跟赵襄有不错的啊配合的。那么我们这边，嘿嘿，宁风踏雪来，直接来一排啊！所以的话，这个美影一旦你比较多的话，还是能跟这个达到一个小刷牌的效果啊。那边强收队友可以吧，带走带走。这一局啊，其实我审稿的时候啊，当时没有特别在意这两个人的配合啊。但是此时此刻呢，农民挂起粘土突突突，稍微有点蛋疼了啊。新的魂魄，陆神打得到我吗？丈八一拍，哦，南蛮啊，南蛮这要求逃了，可惜。我们天真命天子跪了啊，这样的话比较小尴尬了，我们的神配合没了。最后这边还是选择了吃桃，留一闪防九杀可能下啊，源源不绝防九杀，主要是星彩那边啊，他毕竟有枪无可以远距离嫖你的，但是这个点判的比较小了啊，所以的话想远位嫖我们可能希望不大，而且没有减一的话就突不下去了，可惜了这么多杀了啊，粘弩配这么多杀没能打出来。左慈的话强行撸反，带走带走，顺手撸白银，真的是撸的什么鬼啊，左慈这里打的稍微有一点点的，那我们强行来杀一个攒个美银啊，为觉醒做准备。临风踏雪来，临风踏雪来，那么这个时候，请将大任于我。哎，最后这又太快了，没给大家看清楚。那么最后呢，我们选了一个小诸葛啊。那么小诸葛这么多牌在手上的话，其实火计啊有威力啊，火计有威力，对吧？就相当于贝贝包养下的小诸葛了。那么这一局应该来说得益于两个忠臣的给力配合，直接打出了美影。四个美影不错了，在第三轮的时候你就能达到四个美影的效果，这个输出能力可以有。燃烧吧火计，对吧，关键最后你看啊，这边我们火计还克农民啊，这才是尴尬的点。决胜千里，那么顺手这是打算强撸农民了，最后的话选择杀出去，实在刚不死的话还有一个乐不思蜀可以保，对吧，回合外还有无懈，你这边农民想打没有那么容易的啊。可助我军大获全胜，有一个黑桃啊，直接结束了。险路已过，全力冲锋。好吧，那么打到这个阶段的话，左慈离线了啊，基本这一局就结束了啊，重点在于看我们和两个这一局武将，两个忠臣武将的选择上啊，应该来说相当赞啊。那么左慈离线的话，当然对局面可能会有影响啊，我们这个不多做评价啊。整体前两局的话，有逃跑有离线啊，按照一般标准我们就不出了，但是毕竟是新武将，还是可以看一看的。第一局就是看八水猛货，这一局就是看我们，对吧，两个神中配合赵襄。
区。嗯，所以有的时候啊，选一些非主流的武将啊，你要非主流的主攻武将的话，反而能够把忠臣的身份啊一眼看穿啊。好，两局赵襄就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配合局。哎，先看这一局，这一局比较有意思啊，将面很素，但是打起来就是那么的疼啊，就是那么的疼。主攻卑鄙啊，那么我们这里的话，三号位打中张飞可以有，这个肯定是可以有，可惜位置的话不是特别好，然后开局也没有距离，所以的话可能开局要伪装一个身份，挂上八卦七一张闪，我们还盲狙啊，还盲了一下。由于贾大爷没有动啊，我们这边直接跳出，当然直接跳出好处就是在于啊，你有替身，反贼不敢打你，除此之外表明身份，贝贝直接来刚啊，来刚。二爷没有动，没有盲狙啊，葛优的话顺手往下加顺，最后的话强杀我们反贼表一个啊，先标起来再说。居民定风，哎呦起牌，司马大爷年奴骚起来，没有表现啊，那么这样的话后卫人都不表，贴主诸葛恪、啊、本来就偏反一点啊，所以这里的话他直接刚除问题不是特别大。哎，好评能硬战佛，直接杀一刀也不过如此，直接带掉。可惜呢我们这里没有距离，然而说走咱就走啊，该来总会来的，对吧？主攻都过了这么多牌没有张武器，那么这个时候武器该出现了。那么诸葛恪直接是奥才没希望，弃辽脱拐，漂亮啊漂亮。那么这一波的话带走诸葛恪，还有一绝两杀，这一绝两杀的话想轻易带人啊，应该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啊。那边的话好评，二爷又跳一中，那么这一局我们可看到三蜀桃园三结义啊，桃园三结义。那边的话直接拆了我们的距离，农民上一刀，当然这个时候内奸肯定是直接跳了，火攻强刚，来吧。文为示范。那么这个时候啊，后面还有比较有趣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啊，卑鄙的话，那么这里注意，主攻直接仁德空城一个，蜀将何在？对吧？薯条在这，番茄酱快过来！司马直接吃一刀，你反馈吧，任你啊，猖狂。一试啊，却躲不过这一时啊。那么二爷还有那个一绝克技能，所以的话整个司马啊这一局想反馈而不得了啊。当然侧面也提醒了大家，贝贝局啊你选司马要慎重啊。好，那么这个时候主攻可以故技重施啊，来对吧，人都给出去急降。当然我们出这个火杀其实不是特别好，你万一有个大铁锁有九杀嘞，对吧，这怨气啊总要给你的怨气做准备。那么我们木马给出，二爷的话顺手转羊，嘿嘿，司马还不死，兴修水利，结果、啊、农民觉醒了，居民定风乃国之大事，这个就稍微尴尬了，但是还好一个无限能保一次，顺手不给。嗯，瞒天过海，轻而入，顺加一，然后还有两顺，嘿嘿，顺刀可以的啊，可以的。那么司马马上要狗带了啊，这个应该来说基本可以，嘿嘿，锁锁连环杀一刀，没有多大的气候。冰凉，改判。那么这里注意小细节啊，我们这里手里就一张杀，手里有菊花，肯定要保狗货那边。但是这一杀所以没有响应激将，为了保证不断杀，小细节啊，小细节，你不要说二爷他五圣肯定有杀的，所以的话你这里呀、啊、留杀更关键啊，更关键。但是这个时候你有，你没菊花，我拆再送一刀，司马直接一刀再带走，收掉人头，收狗葛优啊，收葛优，葛优是名牌的。那么最后桃园结义，哈哈，活捉内奸啊，活捉内奸。这一局啊看似很素的一个将面，但是打出威力之后啊，跟激将的配合响应啊就是这么强，对吧？
钢甲鱼、钢丝马都很漂亮啊。文为示范，行为是修水利，垦辟荒当然，我们的主视角的菜刀属性啊，应该来说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吧，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那么最后一个一绝晚剑直接带走啊，农民这一局其实状态还算不错啊，但是两个忠臣啊状态都没有差，所以的话你这内奸后面控场就无力了。好，刚才是配合啊菜刀一些，菜刀我们再来看这一局啊。那么这一局注意啊，主攻小胖，放权的话基本你远位啊，基本选一些菜刀就比较漂亮了，张飞啊、李儒啊、张让啊，这边蔡文姬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当然张让的可持续性不是那么的强啊，李儒可持续性还行，蔡文姬的话相对而言更稳定一些啊，相对于刚才那两波，当然那个都是一些暴力流啊，比蔡文姬更暴力的。那么这一局的话肯定是放权啊配合要打出来，徐晃贴主比较偏反啊，而且开五谷可以标个反贼，其他的话离魂雕这么远位可能会偏中啊，统帅三军怎能不对吧，你看啊张合这种偷牌啊都是还是比较下意识的去偷，当然我觉得啊他这个地方应该来说不必急着去杀，你像这加一可以考虑啊，哎，但是也难讲啊，难讲。他要是挪装备的话，到时候一波手牌还是被貂蝉搞啊。那么这里注意，我们主视角啊，这边除了主视角，貂蝉的忠臣选将也还算可以，强行搜索连环九杀带一下张合，这里忠臣卖的比较六六六了，这个有点虎。最后无中生有，再来。墨汁啊，锁锁连环，再续一张铁锁，那么手里还有一张雷杀，后面有可能会有作为的。好评啊，刘牌好评。那么马超这边的话，木马不动，谁都不给，反贼也不给啊，难道是内奸 ？Panda 的话在这边啊，强开难满，这个我们，这忠臣稍微有点多啊，陈情一波，给貂蝉刷一下牌啊。那么那边的话。求逃，主攻救起没有问题啊！哎呦，这结果是反贼啊！还能怕你？对吧？屎我都不怕，还要吃你？啊、嗯！南蛮哦，司马朗这个时候又强开南蛮了，这难道是中？反正这个现在哦，那边反贼救起啊，马超这个木马刚才并没有动啊、嗯，强杀。这是忠臣啊，那么内奸的话，貂蝉刚才也太可怜了吧？放权，刚才啊，其实我们那个，当然血性压的比较低了哈、啊。我本来想说刚才那个雷杀，你想你已经留了铁锁啊，可能啊，刚才那个雷杀出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已经忘了主攻的放权啊，放权对吧？所以的话，这一个稍微的小差评。哎呦，这个牌哟，只能弃杀了啊！尴尬，没有距离，马超想顺不给顺，强收貂蝉啊！这里没有问题的，那边有酒，全军斗鸡，粘炉丢了，两张粘炉都目前已经完了。这貂蝉这里啊，最后啊，最后司马郎这边竟然是内奸，哎，这内奸控场肯定是很无力啊。堡主还行，但是控场的话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行了。好，放权啊，这个无懈主要是为了让他摸牌给我们放权的。那么嘿嘿，放权输出菜刀配合打出来了，南蛮带一下。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南蛮暗骚一下，至少应该来说能够保一，能够带一下啊。一个无中，再开南蛮，好评啊，好评，希望能够带走虚晃，带不走也只能二次作战、啊、好的，漂亮，这样的话利用放权还形成了带走中间人啊，直接形成联动、啊、自己跟自己联动、哎、DIY 一下嘿嘿。那么最后的话万剑再带一下，基本挨个给我倒，这个应该来说是蔡文姬的一个日常发挥啊，日常发挥。
那么最后斯马纳内奸你肯定是没有多大希望了，主公再来放权啊，没有放权了，这里可能还忌惮我们。昔日有恩，昔日情，今日有难，今日情。好，这一局的话应该来说小胖放权啊，配合菜刀的打法，这应该来说算一个日常的一种打法吧，所以选将上好拼啊。那么整体的话，目前我们看的这几局啊，选将忠诚的选将啊都非常漂亮，从赵襄那局，然后刚才贝贝，然后这一局小胖。好，那我们接着看，刚才都是一些菜刀流，然后后面我们来看一下控牌流的配合啊。先看这一局，这一局主攻非主流打师，那么配合打师的曹睿、贝贝，这都是日常配合，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师，我们开局主视角直接浪一波，见面撸一派，强行给曹睿，曹睿一波牌直接拿过来。当然这里呀、啊、十四牌到手之后有一个无懈在手里，还行还行。那么贝贝的话也直接跳中，那么这样形成一大波优势啊，一大波优势。但是主攻这种组合摆在这边，输出能力肯定稍微有限啊，没有那么的强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内奸可能会直接要跳啊，你没有必要，对吧？直接硬刚忠诚了啊，这种局面你很难打的。国泰锁锁连环，挨个跳反吧。走，这边往下家撸的啊，往下家撸的。那么国泰挂刀砍我们一下，貂蝉，哼哼，夫君，这里给他顺啊，防乐啊。好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来见面分一半。当然这里啊，先给曹睿啊，我们选择给贝贝给他防御也行，一堆杀闪逃啊。最后的话，这边当然可以换一下曹睿啊。四排啊三排都可以换，那边无限有一个，这里就省着吧，不用了啊。那么最后的话，这里不用两刀了，人家有人王，两刀也打不出去啊。最后换一波牌，顺手拽羊撸白银回血，嘿嘿，来再给我们吧，木马给出。一般情况下注意啊，当这三个人在场上的时候啊，除了这一局特殊情况，当这三个人在场上的时候，木马啊不要轻易啊说让给这三人，因为你妨碍他的控牌啊，所以有的时候要注意。那么对面反贼的话，其实满虫的阵型啊，阵型这边的话有点克这两人啊。AOE 开出来，想想这是内嘛，还开了一个 A 啊。赵云起牌没法动啊。哦，闪电啊，这降面啊不行，还要被闪电雷一下，这个很尴尬。那我们这边虽然刚才一波大波明剑啊，但是没有杀，比较可惜。无限来来来，没法来来了，这边一张哈、啊、曹睿的话两张，但是可以换一波四张，对吧？木马走出去，以和为贵。那么这样的话，贝贝再分一下牌，他先杀一下也可以啊。能服于人，想想这里都不拿牌什么意思啊？枪烧四海，咫尺天涯。可以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大师啊还没有掉过血啊，还没有掉过血。那么满虫杀一刀，贝贝。法不可容。卷行继续给我翻过来，香香强行撸赵云过差。那么这一局我们快进啊，四倍速吧，因为配合的话大家已经看懂了，就是这么个配合，你也没别的什么多可以讲的，对吧？这种配合打到最后反贼直接逃跑了，这没必要受活罪啊。手里两套在手，你说对面怎么打哈？基本这种忠诚就是无损啊，没有牌可以丢。一波桃子给曹睿啊，无中生有，绝招收人头。这里应该来说先收人头再吃桃啊。再一波全给贝贝，那么再给出来啊，继续无损。最后都给了我们啊，可以啊。
但是这里啊，其实贝贝打的稍微欠缺点问题，你这个应该来说可以啊，选择分一些给曹睿，防止乐不思蜀。哦，刚才就有乐了啊，还好天过了，对吧？贝贝的意识啊，还不是特别完美啊。最后，曹睿挂几年弩要突突突，岂能相负？貂蝉可以跪了，还有桃，这怎么桃都给出来了，两个空城状态，反正你赵云怎么打，直接一波强换啊，没有办法的。曹睿的状姿势比较不错啊，这个时候肯定是奶了一下贝贝，然后我们手里这么多桃，你怎么搞？怎么搞啊？搞不动的。曹睿最后捏弩突突突，走你哈，直接投降了。这一局你看啊，将灭就是这么速啊，输出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这三人啊，铁三角的一个配合相当漂亮啊。好，下一局控牌看一下，主攻借贝贝，我们是一个六号位大反，那么这边呢选了一个成功，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啊如何控牌啊。那么场上控牌的武将已经出现，八号位的一个大师，大师呢在贝贝局其实有的时候比较容易被撤手撤脚啊，因为你毕竟主攻如果空城，你大师啊至少耗师啊，有的时候会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以破的。这刚才开局啊就响应了激将的啊，暴力之气伤人太极。哎呦，那么我们反对队友啊，皇后这边稍微有点尴尬啊，后配夹击的，哎呦，尴尬了，尴尬了。那么后面的话是一个三连反啊，但是诸葛恪，你这看这位置啊，有点尴尬。锁锁连环带出去，还打了一个无戏啊。那我们再锁锁连环，一击可擒也。那这里注意啊，利用明剑啊，当然手里我们应该来说可以达到一个空城状态，大师的话可以鲁鲁鲁全力空城，言退则斩，是逃诸葛恪好评。那么这样的话，大师应该来说，大师这里直接啊，当然他要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好啊，皇后九杀一个，同心同德，救困扶危。那么现在的话，整体应该来说啊，反贼拉开排差啊，但是总共也就六排，排差不是特别明显。皇后都空城了，哎呦，桃子丢了有点可惜了。看看陆神这个闪电，给个力，没能炸到啊。得之坦然。哦，这里啊还好啊，还好我们这个是智识在此啊，过河拆桥。那么这里的话杀一刀，最后桃园结义保队友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我们直接空城名册，让大师撸撸撸。当然这里的话皇后也空城啊，也可以去考虑那边，当然这里的话直接先耗时一波给那边，最后再来强换我们这边，好评啊，好评。这样的话经过到第三轮，排差已经是优势比较明显了，对吧？这个排差已经很明显了，一人手牌就顶到他们的总量。皇后直接一个九杀强路贝贝，马良的话砍一下并没有卵用，木马走出去，希望给陆神带来一点生机。目标敌阵，全军都击，这里你偷呗，偷呗，陆神你敢刚我吗？诸葛恪虽然克我们，但是是退友哎。来，其实我们刚才这里的话，来吧，支持。当然啊，陆神他肯定要强刷的，这个过牌他肯定要有啊。顺势镇压，乐不思蜀控我们，那么这一局能不能出来啊？温润如玉，哎，这一波没能搞起来啊。当然啊，最后留一排直接弃了桃子，大师可以强换的啊，对吧？可以以和为贵，以和为贵。陆神留桃保一下，贝贝的话呵呵，最后奇迹般的老天看不下去了，率先给你终结啊。祖宗未佑啊，所以这局啊整个的应该来说名次带一些
那边大势啊控牌的一个局，当然我们这边智持挡了陆生多少道啊，所以智持这个武将啊，有的时候真的是 好用起来啊，让你非常无奈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局啊，最后一局的话，这边是还是配合控场，但这一局控场呢，应该来说排差不是特别明显，主攻小胖，跟我们刚才那一局小胖放权蔡文姬类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八号位忠臣呢选了一个空白流，并不是菜刀，那么每一回合啊跟主攻其实会形成一个联动，限四的联动，限四一波主攻放权，再来限四一波，那么那边的话张三姨啊，张三姨的话直接哈、啊、打一个中大夫啊，那么桃园结义开出来，这肯定应该是反贼吧，但是南蛮又开了内奸宝贝儿、远卫徐厨曹植也有可能偏中的啊，但是目前的话场上主中身份比较多了，最后这边决斗还是打了主，死有余辜五谷丰登强开了，那么应该来说是反啊。这边拿杀，我们的话郭太桥仙人之力招于世间，我敢杀你前席亚妹德来强行杀了一下许褚，这应该是偏反的对吧，许褚远位偏中啊，废话少说，怎么过来吧，直接强杀下轿，哎呦我的妈，这裤裆套路的牛逼哈、啊，我只能说牛逼啊，强行把曹植给翻过去，郭嘉顺手顺八号位，这边的话过个拆桥，结果是跳中了，那么这样看到的话许褚和曹植这里可能还乌龙了啊，新的魂，那我们来偷吧，对吧，快敌于无形，哎呦张三为什么偷了张三啊，开始不是跳的，那我们强行打了一下曹植啊，赤桃无中生有，锁锁带出去锁胎啊的，对吧，那我们难道怀疑钟会是那张三四，待会再看啊，钟会刮目相看，九杀强撸许褚啊，借刀杀人啊，强撸许褚、走你又是带掉，所以这一局啊我们这个限四跟主攻放权的一个联动，直接你看啊到了第二轮就带走两反了，哼，当然开局许褚那边内讧乌龙，哎比较尴尬啊，钟会顺手拽羊，过拆拆距离呗，这肯定是保的啊，那么目前反贼这一局啊，注意刘峰的位置相当好，贴主位置有防御，那么这个时候限四的逆就不会存在一些负面效果，而且啊我们直接限四距离啊控场，对吧，距离控场，那么像这个时候的话、左大爷偷手牌啊，偷了加一啊，有清干距离的杀一刀，这样主攻再放权一波，我们可以继续偷，对吧，继续偷，哎呦主攻结果挂起加一了、哎、当然也可以吧，回个状态先，则安之，犯则诛之啊，放一个诛啊，放一个诛拱之，就这样郭嘉一计啊，那么还有桃可以保，估计还要强上郭嘉了，我敢杀你郭太桥，拆不到桃子啊，哎呦拆了个距离，那这距离郭嘉一死，你不知道这不还是呵呵对吧，左慈刚才这个前行没有带我们啊，当然赤桃那边有铁锁啊，注意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距离的话，可以利用郭嘉这边开刀的，定会刮目相看，好的非常到位啊，就利用队友嘿嘿，然后还有铁锁啊，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啊，就是很轻松的一波，再锁锁连环一反应内主攻放权，人王钟会一张牌拔掉，这可如何是好啊，主攻上一轮的话是直接加一挂旗桃子回血状态奶起来，所以的话整体目前啊主攻应该来说不太虚，你可先声夺人，好过河拆桥撸一张，没有距离白搭，就是这么浪对吧，
中棍你看啊也没有输出啊，虽然已经觉醒了但是有卵用。杀一刀张三姨，那我们来破敌军阵，破敌军阵父亲定会刮目相看。接刀杀人，那么直接强上了哈，不怕你中会。主公放拳来吧。哎呦这装啥木马呀，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八倍速吧，没有太多的看点了。好，那么最后一把投两个，小胖再放拳一个，来吧，这可如何是好？有酒，嘿嘿，一刀带走，轻轻松松啊，轻轻松松。先主甲子还获得一个战功了，漂亮。好，那么今天的这一些局啊，我觉得应该来说，不能说特别完美，但是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从各个方面啊，赵襄八血蒙过，跟刘协成功的配合，然后后面一些放权啊，放权局的忠诚的选将，对吧？然后一些非主流主攻大师，你的忠诚的选将，然后其他一些啊。基本就这些了啊，基本就是还有一局贝贝的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非常好的局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这个真就到这里，最后就谢谢大家。